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福利树宇宙最燃摇滚莫扎特，愿我们的欢声笑语嘲讽了死亡，愚弄了时光。虽然莫扎特总是会时不时走入我们的世界，但最近上海的戏剧圈真的又被莫扎特火爆刷屏了。大家没想到一部法语音乐剧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能跟着嗨跟着唱。这部宇宙自然音乐剧摇滚莫扎特的火爆程度可以说力压前几年同样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上演的剧院魅影、巴黎圣母院、罗密欧与朱丽叶、全程尖叫此起彼伏，演员每一个小动作都可以引起观众的一片惊呼，尖叫次数也就50多次吧。返场冲台加尖叫加大合唱加喜极而泣上演燃情8分钟，法语音乐剧摇滚莫扎特开演现场，不少小伙伴甚至刷全了24场演出，甚至在剧院附近租了一个月房来看剧，刷10场以上的比比皆是。不少观众还是从日本、韩国、俄罗斯、乌克兰大飞的过来，大家表示纵使幻想过与法扎相遇的众多心情都不比上坐进剧场看到大幕拉开安魂曲末日惊唱响的那一个瞬间来的激动人心。即便还没看到首演，许多小伙伴看到网上 PO 出返场视频也都表示隔着屏幕都能自然。2009年音乐剧摇滚莫扎特在巴黎体育馆首次公演，随后在法国各地、日本、韩国、乌克兰及俄罗斯展开的巡演都大获成功。近10年之后，摇滚莫扎特几乎原班人马在上海的舞台上重聚，将再次以极致癫狂的审美体验和燃爆全场的现场氛围书写这位旷世奇才的不朽人生。音乐剧摇滚莫扎特虽然摇滚味十足，但故事依旧围绕莫扎特的一生展开。莫扎特这位音乐神童在赞誉中度过童年，游历欧洲各国时留下精彩的演出和作品。然而莫扎特的后半生短暂而绚烂，他的歌剧作品在宫廷中得到赏识，招来宫廷乐师萨列里的嫉妒。萨列里一边被莫扎特的才华吸引，一边又暗中使绊，最终令莫扎特在贫病交加中离世。恢宏的18世纪宫廷布景，辅以绮丽繁复的精致服装，优雅的古典乐配上粗粝不羁的吉他声线，法式美学几乎颠覆了所有人对音乐剧的认知体验。此次在剧中饰演莫扎特与萨列里的两位演员分别是米开朗基罗勒孔特与弗洛朗莫特，两位演员都是2009年首演版卡斯，双男主重聚令观众极其兴奋。这次能重聚一堂以近乎完美的阵容到访上海，也是中国粉丝最兴奋的地方。左 Florent Modhe， 右 Michelangelo Conti。除了撑起剧情的角色以外，摇滚莫扎特中近30首乐曲透着浓浓的法式浪漫和摇滚不羁音。乐剧专辑在法国音乐专辑榜上榜20周，在5周之内成为全法销售冠军，其中歌曲《吻我》更是连续5周在法国的 CDP 单曲排行榜中榜位居第一。剧中每一首朗朗上口的歌背后是一句句直戳人心的动人歌词，或狂或悲伤。 Le Tribalion 好事之徒审讯者与公民们，臣服的公仆离经叛道，如我多么潇洒快活，我只是一个自由的思想者。 Tell Tom 玩玩我将轻浮着颓废着，只为将你蛊惑，用唇边深深的吻将我吻在你胸前。 J do the day roses 我在玫瑰中沉睡，我恨那些玫瑰就像恨我自己的啜泣，生活使我折服，我又开始重新相信那些已逝的梦想，期望最后敢于重拾玫瑰的热烈芬芳。 Elisa Symphony 杀人交响曲，我将我的夜晚奉献给了杀人交响曲和亵渎神灵的辱骂，我承认我诅咒所有相爱的人。 Viva and Creva 纵情生活，既然终有一死，干脆纵情生活，得到的一切只为有一天献出。既然终有一死，我将刻下这样的墓志铭，愿我们的欢声笑语
嘲讽了死亡，愚弄了时光，而全剧最戳观众们泪点的，或许则是莫扎特在失去母亲、失去爱人之后的那一小段独白。我讨厌他们，讨厌他们的虚伪诡计，他们阿谀奉承的行径。我要回萨尔斯堡了，但我绝不会屈服，我会一直坚持到了音乐的尽头，直到你们的心里。沃尔夫冈·阿玛丢斯·莫扎特在遭遇背叛与羞辱后，向在座各位致敬。音乐剧《摇滚莫扎特》是上汽上海文化广场2017年度三部年末大戏中的最后一座，同时也是2018年的启幕之作。活动参与方式：本期外滩区活动赠送摇滚莫扎特音乐剧门票六张，演出时间为1月16号，演出地点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参与活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在外滩教育微信公众平台后台回复摇滚莫扎特，按照提示操作即有机会获得门票。活动参与截止至1月12日下午5点，我们会以短信的形式通知门票领取方式。本次没有获奖的用户也不用失落，外滩区将为大家不定期提供精选的福利。1月2日至1月21日，音乐剧《摇滚莫扎特》将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连演24场，成为每一位观众2018年的美好开端。演出时间2018年1月2日到1月21日，演出地点上汽上海文化广场，演出票价80到1080元，说阅读原文即可购票。